德国的小上海，欧洲的金融城法兰克福，不仅拥有着现代化的高楼，同时也有着古朴韵味的老城。欧洲旅行也许你不会想到这里，但是转机八九不离十你会到这里，所以转机记得留大半天给法兰克福。法兰克福的国际大网红，你一定要来看看它，在很多新闻里你一定见到过，就在欧元塔、中古街道的罗马广场，是法兰克福最古老的部分之一。别看普通的法兰大教堂，它的历史可以追寻到公元680年，很多帝王在这里加冕。如果你爱浪漫，一定要来横跨美英河的铁桥。如果你想看看法兰克福人幸福的模样，别忘了在河边走走，看看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，以及德国人对陌生游客是如何友好的。临走的时候到这个免费的商场登顶拍摄，法兰克福的天际线在此映入眼帘。这样的法兰克福，你还不想来看看吗？